会晓在地商圈为了推广当地特色农产蚵仔，特别举办会晓商圈的嘉年华活动。现场邀请250个单位，摊商的种类相当的丰富，加上市府单位的宣传活动，让民众有吃阁有抓。市长吴伟特也亲自出席宣传，欢迎民众踊跃来购买。15号上午来到下营上底庙周边，会使看到整个道路拢是封街的状况。这是商圈举办的嘉年华活动，即个邀请250个单位来摆摊，除了希望带动当地的商业活动，也是希望共同来推动当地知名的蚵仔。今年已经就是第三年吼，那一年一年搁较好吼。那今年的吼，来到现场的这个摊商吼，已经包含夜市，我们总共有250个摊位哦，已经破纪录了吼。今年我们非常的特别哈，非常的特别，就是我们集合了下营的所有的各个单位，我们共同在办一件事情，包括就是下营农会那个下营新夜市，那下营社区上帝庙还有我们的海泉岭文化基金会等等，我们集体的下营的农业休闲农业，那我们都大家共同把这件事情办好。市长吴伟特这届也特别来到下营参与这届嘉年华的活动，市长也用行动支持当地蚵仔，也号召民众踊跃来购买。很高兴大家来到，在中秋节佳节前夕来到下营商圈。我们知道下营很多很多好物，包括文旦，也包括红柚，也包括鹅肉。你看，在我现场前面让人家垂涎三尺这个垂涎欲滴。所以说，大家知道下营是一个好地方，但是呢，也希望大家在中秋的时候，也感谢我们下营商圈举办这么好的商圈嘉年华活动，能够让很多大朋友小朋友都一起来哦，很多外地的朋友、返乡的朋友都能够在这个时候知道下营有这么多好物。所以欢迎大家一起来。活动现场也有业者推出试食，吸引真侪民众排队。透过这届的产业活动，推动民众来到下营品尝蚵仔，同时鼓励大家来到下营感受当地的观光特色。记者郭博，下营区采访报道。